天坛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我先给你动个刀，对不对？我先给你动个刀，我给你动个手术，兄弟。你别管，这脾气话你别管，兄弟。天坛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就闯进来，我们立。左下角发个福袋，美女福袋的领领福袋，天天都直播。想加入咱们四十九级的，点头像加粉丝群，175的号也有，四十还加野兽呢，兄弟，你跟我开玩笑的。加野兽呢，我不需要变，卡片什么都没用，兄弟，你不需要管，兄弟们不需要管，就他妈砍起来，三门派啊，对面。落点去，我他妈一刀一千，我操！一个落点击破，打进对面的大动脉。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得钻一钻，你就不能老砍对面，对吧？咱们得钻一钻，对吧？对吧，牛哥顶一下，对吧，犯下屠刀的话犯一把，就是你不能太明显了，好吧，你就不能太明显，啊，铜头铁臂，对不对，你就不能太明显了，对吧，你该寻秒的话你得寻秒，懂吧，你该寻秒的话你还得寻秒，懂不懂，你有愤怒的话直接给他来一把落点击破就行了，对不对，战术的话没毛病吧，兄弟们，有没有毛病，这他妈暴露了呀，这宝宝按繁育一刀一千点血，加官会之甲的顶不住，不能让对面发现，好吧，不能让对面发现，懂不懂，谁没接到，对吧，我就取秒就行了呗，对吧，没毛病吧，兄弟们，就取秒呗，有没有毛病，兄弟们，对吧，咱们就取秒呗，也不需要砍他，就秒，就秒就行了呗，左三角点个福袋吧，兄弟们，好吧，就取秒就行了，你别的都不需要管，好吧，别的都不需要管，就这属性的话，兄弟们点评点评，兄弟们，就咱们这属性的话，你们点评点评呗，点评点评，四十九级有没有瑕疵，你们点评点评，兄弟们点评点评呗，啊，就这属性的话有没有瑕疵吧，有没有瑕疵，一点瑕疵都没有，是吧，没毛病，这装备的话只能说没有毛病了，对不对，对不对，这装备的话直接 无敌，叫这个大炮一号出来没有毛病，就这属性的话物理系来我不砍死他呀，兄弟们，还有什么物理系啊，在我面前没有物理系这个东西了，兄弟们，咱们这法就是能群秒也能单秒，人家看见我装备我又没跟他打，兄弟，没带无级别，没带无级别，带不了一点，兄弟们，顶，你看需要带无级别吗，抓个法牛，找个法牛呗，顶，5000块钱玩化身是含不含菜，不含菜，兄弟，地府的话给你办 VIP 永久通道，好吧，
点评点评我的实力，点评点评。点评一下我有没有东西，我有没有东西，让他点评点评兄弟们。我这是别平砍了。